大将，别人可能上把刚打完，然后手感很热，我现在手有点凉了。他们螳螂这把没啥压力啊，螳螂。哇，这把牌的段位好低呀！哎呀，好烦啊！这他妈的，边打游戏还要边发验证码，862138621386213，太难了。闪现！哇哦，拉扯的好哦！看能不能抓一波。与我为敌，就倒在雷霆铁拳之下。这没杀掉，好可惜呀。
慢慢来吧，感觉。小龙他也不打。加里奥可以，可以，这波可以打。到吗？哇哦！亏的。继续来下。
嗯，对面下路挺好抓的。OK， 啊，爱你宝贝。选中是为了执行正义，一切都交给你。太远了呀，跟不上。爆红吃了。这把影魔刀加蓝盾，我们这个阵容不太缺输出啊，感觉不死就行，这样做容错还高。他这样 TP 的话，上二塔没了呀。看，把塔拆了。那你觉得你能走掉吗？感觉这把我不出问题的话，应该就赢了。我别出问题就赢了。绝不再有神龙堕落，吃波线吗？我必试一次。
下了回家了，吃不下。算了，这现在感觉不太好吃。家里有 TP， 反正这不可以搞一下。来这边，来这边，来这边。没事，我很肉，死不了。哇，他儿的有点。这波队友可以看我吗？哇，我失误了，这波。我这波，那个 Q 技能慢点 Q 就好了，等石头人大了再 Q 就好了。这有点烦啊，他们妖姬做的 AD， 这一千块给妖姬有点烦。没有盲僧智慧的东西，我是你爹，傻逼，操你妈，我是你爹。像你这种傻逼啊，我不惯着你的，像你这种傻逼我直接就给你拉黑了，反手给你360天，滚你妈的。啊，没有盲僧之魂都来了，这波失误了。刚才要是做的是黑切的话，感觉寡妇死了呀。刚才要是做的黑切，那两个小剑感觉就把他杀了的。第二，感觉不玩杀不掉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到了到了到了。我没闯进，杀人。这什么意思？哎呦，那么急干嘛呀？服你了，真的。脑子不太好呀，这 ADC 急什么呀？什么 W 都给不到你，真的是。这么急，太急了呀！他这波给我个 W 呀！我操，给我个 W 他都不会死。打，不是你妈队友双 TP 怕什么呀？勾啊！
妈的，队友双 TP， 怎么怕什么呀？哥们儿，他在下路呢。这妖姬这不好像失误了呀？这妖姬放了个原地的 W。打吗？这不，这妖姬应该在这边吃的感觉。开起来就赢。操呀！怎么踢了，把他假身踢出来了？哎，好勾！妈一踢他假身出来了，感觉我这个 CD 有点不太够啊。卡 RQ 不太好卡，但是很难死啊！我这不死就赢了。哒哒啦滴，感觉可以放曲了呀！这不放曲啊？走曲了呀，这不？没事，加料有大招的，随便浪的。Which is a way to carry me？哇，这 Q 到我就进去了呀！我去啊！为什么我大影魔刀就直接没了呀？这为什么呀？我大影魔刀直接没了呀！哇，这么离谱啊！这英雄啊，打了我1800。哎，他这装备能直接把我大影魔刀打掉啊！我操，我理解不了。
关了关了，感觉要浪没了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真的没办法理解，这凭什么给我杀了呀？热烈的吗？去上路呀！不用管这个妖姬啊，让他守个五十来秒钟，他就过来了。大龙逼团了，这你就有点问题了呀。对面单带挺烦的，我们得打团，我们打团厉害。对面这幺三幺挺烦的。得利用资源把那边吸引过来，慢慢来吧。大龙刷新了，没死啊！哇，他偷这么快啊！啊！哎，完了，我按错了！我他妈以为我三十蓝盾呢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下一波我也春直接春哥了。对面打团还是打不了的，他们这把想赢只能靠带线赢，但是下一波大龙直接就中路推了呀。哦，他能看到我，上路感觉不用管，不过他可能还要带，我去看一下他吧。他这波没有 TP 的，哎，你们去团中啊！你们为什么要逼呢？哎，他们为什么要逼啊？直接中路啊，妖姬没贴啊。他们就应该团下路的呀，因为下路有超级兵啊，这你不团下路，下路超级兵的话又过来了呀，这什么想法？哇，我有点看不懂啊，真的。就团下啊，你们他妈的超级兵又要过来了呀。这团完下又要逼，这团上路拆完又要逼了，就去小龙了呀，感觉。直接开，快点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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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飞进去啊，怕什么呀？哎，这飞进去加料可以给大的呀，怕什么呀？我再出个狗链给妖姬吧，点死了呀！这妈这妖姬点燃贼痛，感觉应该要死了吧？
嚯、哦，这没死吗？我操！运气真好。直接团中了呀，感觉随便打的呀，现在。哇，没办法了，这不。哇，这波没打赢呀、啊！妖姬踢过来了，妖姬。卡莎这波飞哪里了呀？卡莎，自保了吗？守高地吧，守高地吧，别死了，别死了，死了被一波了。刚才来个人跟就好了，我在后面扛太多人了，他们杀格纳尔都没杀掉，我在后面拖着这么多人。真的，他们就刚才就不该团上，你知道吧？他们刚才就不该跟我来团上的，我把上路线推过去，然后逼了直接去中。他们刚才就应该团下路的，妈拿个大龙，中路水晶也没拆，下路水晶也没拆。感觉得指挥这些宗师，他们有点没有自己的想法。下路的优势这么大，为什么不敢去抢线呢？有双 TP 的呀，一直被对面的下路在抢线。玩起来就赢了的。他怕我二闪他呀，在这里撤一下，撤一下，开不起来呀、啊！我操！这怎么就开起来了呀？不好走了呀，这不。哇哦！为什么开了这波？哎，大龙啊！为什么要去开啊？这波？哎，结束了呀，兄弟！真的搞！不是这为什么？